开。啊，这就是加了幸运值的幸运方块吗？太坑了吧也。这个呢还是发射器，那这幸运值加的有什么用呀？屁用没有。兄弟们收获满满，我们回家整理一下物资。我们把这些珍贵的物资都给它放在箱子里边，简单的做一个物品分类，这边放一些花。兄弟们，我们现在有钻石了，可以去看望一下我们的大哥，大哥一直在这里不见天日。大哥辛苦你了，我来和你换东西了。这个稿子是一定要换的，我们现在换一个耐久三效率二的稿子是很不错的，但是它没有武器，我们就来换一个斧子吧。这个斧子的属性是很全面的，有截肢杀手五，还有亡灵杀手一，最重要它还有时运。这一次我们开幸运方块血赚55个绿宝石，直接翻了一倍啊。那既然这样的话，我们再来换几个吧。这一次我们来换15个幸运方块，而且我们还带了一个幸运药水，留下40个绿宝石也不耽误我们今后的发展。来吧，喝下我们的幸运药水，继续开始开箱。第一个幸运方块闪亮登场，这是什么？幸运剑吗？幸运值0的幸运剑，还行。哇，又一把，怎么感觉这把有点黑呀？哇，TNT快跑！哇，兄弟们，这TNT可真的是惹不起啊！我们现在获得了2把幸运剑，还有一堆 TNT， 还有12个幸运方块，我们补一下这里继续。来来来，把附魔书看看有没有经验修补啊。没有经验修补呀，兄弟们，那算了吧，继续。箱子啊，一堆破烂也没有什么用。其实我现在更想要一些红石。哎，这什么幸运弓，但是我没有剑呀。又来一些石英，不过我们现在背包比较满了，我们来做上一个箱子吧。暂时把附魔书放在箱子里边，我们继续开幸运方块，还有8个。来吧来吧来吧，又是一把幸运弓。我呸，幸运剑好黑呀，兄弟们，这把真的是黑。这什么马铠，但是这个世界中没有马呀。这经验之瓶赶紧捡。哎，这把估计是回不了本了呀，15颗绿宝石都浪费了。这羊毛有什么用呀，都是垃圾破烂。最后3个能不能回本？兄弟们，最后一个幸运方块。哇，又是这个房子，这房子里边有宝贝，我们先往后退一下。啊，没有呀，兄弟们， TNT 完了，兄弟们亏大发了，15绿宝石什么都没有，而且还把我的平台给我炸掉了，这我真的是忍不了了呀，兄弟们。算了，兄弟们，先来砍一些树吧，毕竟木板也可以换绿宝石，也可以换幸运方块。我们把这些树砍一下，然后把这边再扩大一下，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干一波幸运方块。兄弟们，我保证这是最后一次来换幸运方块，最后一次我们直接来换20个。我不信20个我翻不了盘，兄弟们，我感觉我像一个赌徒呀。走吧走吧，20个幸运方块。